复先进行简单的复述。好，同学来，我们看一看了哈。好，同学，基本上呢，我们是在说起有部的第十章《阿毗达摩论》的新鲜哈。那总说我们完成那阿毗达摩甘露味论呢，我们已经开始涉及了的了。同学，我们今天的教学范围呢，是在西方系的阿毗达摩论里边。那还有一小部分完成之后啊，我们就会进入阿毗昙心论和阿毗昙心论的再解说。好啊，同学啊，我们会把阿毗昙甘露味论呢、和阿毗昙心论呢、为什么会我们会蛮重视？因为啊，我们看上了，将来我们的社论呢、或许可以和它进行一些解读跟对读了。那么呢，师父发现这两个都是有部相关的著作。他们应该都是来之前讲到，可能是 summary， 也可能是另外的创作哦。那性质都一样，跟社论就是之前的著作太多了，结果他们在必须要再进行 summary 哈、方便我们后人阅读这样。那么呢，师父发现了、原来白法明门论跟唯识啊，哈，的确是受有部的影响了啊。因为师父有去翻回以前啊，师父读做比对的记录哈、发现原来哈、唯识就是白法哈、和有部的这些，它的那个法相的分类，还有就是多出来啊不一样的心所哈、原来这两者很 close 的这样啊。那可能因为三位你们都读拜的释论，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再进行补充哈、主要还是在运用的用途那边哈、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好，这边就提到就是上一堂课啊。就是西方系的阿毗达摩概论，首先是提到发智论呢、是说起有部的本论受到论师的崇敬的。然后过后有提到啊，以发智论呢，只和迦斯弥罗论师的见解为定量，阿毗达摩论就是正统之居。然后呢，和他们不合的就是西方师和外国师了啊。好，然后呢有几个点，发智论呢、当然是本论依据的主要内容。过后呢，有提到啊，和其他的第二是提到是本论呢、与大毗婆沙论引文一致，但不见得是参考婆沙的。OK， 好。然后接着下来第三哈，婆沙在《四谛那悉广说》中参差的说了四善根，并引西方尊者的十七门分别，这完全是符合毗婆沙师的正义的。好，然后呢？第三，甘露味论与品类论的关系是密切的啊。第四呢，就是应重视本论的综合性与发展性啊，就是因为甘露味论有引到发智论、品类主论等大毗婆沙论，要理解他们的综合性与发展性啊。好，上堂课同学我们就已经勾出了这个图表。好，到第三这个部分了哈，甘露味论呢、所举的新说法。也是综合品类论、大毗婆沙论而加以精炼的。OK， 如这个图这样子。好了，同学，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图啊。同学看是这个图来的啊，OK 啊，这个图应该是没有走掉哈。来，我们看一下《品类论》七十品，《大毗婆沙论》卷42，《甘露味论》是行品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共同，都是十大谛来的。过呢，十大烦恼谛也是一样的 ，OK 好。过后呢，十小烦恼谛也是一样的。过后呢，这里有五烦恼，五烦恼就对到三毒。这里十善大谛跟十善大谛两者一样。过后呢，五处五见五根是品类论呢。这里有五大不善谛跟五大有福无记谛这样。好，上堂课没有完毕哈。来，我们看看品类论哈，进一步进行说明。好，请正清读一读哈，品类论哈。
品类论的五烦恼是一贪、色贪、无色贪、嗔恚、疑。本论总设为三毒，此外的五处、五见、五根，不过是处、见、受、心所的分别而已。至于《大毗婆沙论》的五大不三谛，三大有复无记谛，实无复无记大谛，除了无惭亦无愧，其他都是从处的。以后的阿毗达摩论师都没有重视这三种分类。本论综合了《大毗婆沙论》与《品类论》，删列了那些重出的法术，而得到这样的结论：如在将时时死加上除了去三毒，那么心所法的分类表在阿毗达摩论的发展中，可说快到达完成的阶段了。五，甘露味论、博采花之论、大毗婆沙论、品类论及各家的论议，但是重视品类论的倾向于建陀罗西方系的，如智品以品类论的十字为章，在论文分别中是取了花之论、知蕴、修之纳西等论议，如叶品天明品类论的三叶、四叶，然后以身口意三叶广论表无表列，就是发之论叶印的害身纳西，表无表纳西的要义，随顺品类论说为章。可见本论的立场所在的，在本论中没引用不合毗婆沙师争议的论议，如一四无记根，二六种修，三世界十七天，四无碍道端义解解脱道作证，五犯戒舍戒利益，六幽通三性，七愿知七知色，八不更作及一心求希求戒舍勿利益，九愿知第四禅勿计戒，十得为有漏为三戒具，十一十二解脱前世除人喜无量初二禅色。好，感谢你来，同学，我们先消化前面这一大段了。
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这边呢，这上面这一个所分析了哈，他有讲到蛮多东西是重出的。然后呢，他说这一类归类法哈，过后不受到重视了吧？同学，你看这种五烦恼归类哈，欲贪、色贪、无色贪、嗔恚跟痴哈，直接就归纳为三毒哈。同学，基本上欲贪、色贪、无色贪哈。我们都是啊，在目前我们所知道哈，断除这个欲贪、色贪、无色贪，在阿罗汉。那阿罗汉断除色贪跟无色贪，过后呢，在慢调举，还有就是无明哈。所以可想而知呢，难怪这类归类法不被运用，因为它已经啊，跟之前呢、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状况不一样了来，同学，我们再看一看了、好，这边他有讲。以后的阿毗达摩论师都不重视了的了。那么他有讲到，到最后啊，就是十始加上除去三毒啊，然后呢，这个是发展是最完整的啊。同学，这个十啊，就是所谓的十劫来的了。过后呢，干入微论呢、就采取发智论、婆萨跟品类论的论依。但是重视品类论的倾向于犍陀罗西方系的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呢，基本上啊，他们呢都是不把西方的系的当作正统的。但是这一边呢，如果是啊，干入微论啊，采用品类论呢、就比较认同犍陀罗的那一边的了这样子因为他们应该这个是在阿富汗的。然后呢，犍陀罗呢是北东，在他们的西边那一边所以呢，现在他的历史啊是在西北印那边的历史这些呢就是不符合的，这一些通通是不符合好这不符合的呢，应该是让他读完它。来，我们看一下不符合毗婆沙正义的论义好，来这边有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上列的十一者都是违反毗婆沙师正义的。据大毗婆沙论一提到四一到四是西方师说 ，OK， 一到四这个是西方师所讲的 ，OK， 好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四无记根，第二六种修，第三世界十七天。色界啊有十七天的色界欲界色界有十七天同学有谁有背到吗？我们色界总共有几天？初禅嘛三天，二禅三天，六天，三禅有三天，对不对？六三十八天，然后过呢第四禅。四禅有五不还天，五不还天前面再四个五加四九，刚刚是八三，三五十五，十五就再加回这一刚刚是五不还天五，四九，九刚刚是九四三十二，九四三不一样嘛，同学，西方是这十七天和我们现在社论所读的是不大一样的我们社论读的是更多的那我们确定一下他这个讲法是不是如此这个同学是在我们的社论第六章那边的那就是在离路行路过程里面有了那看一下同学我们就去图表这里总共是有十六十六是接地了同学刚刚师傅也算错了他总共是十六是接地那这边有吗呢十六是接地但是呢西方系论师是讲十七那就多了一个了无碍道断结解脱道作证不是很明白过呢五犯戒舍戒律仪太过简略了幽通三性幽性所通三性三性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善恶无忌
幽通三性啊，哈，这个应该不是了，不大一样了。这个幽通三性明显跟我们不大一样。一般上忧心所是在于不善里面才有的，那其他三恶性是无的。怨智啊，气之色哈，这个也是不够清楚。第八，不耕作，不耕作即一心习求，即舍不虑矣。同学太简约了，没有办法解读哈。愿知第四禅复欲界哈，okay, 也是太简略。得为有漏啊，为三界系哈。得为有漏啊，为三界系啊，他要进一步说明哈。初二解脱，前世除入喜无量，初二禅师他说初二解脱，他解脱有八倍舍八身除了，就前面两个解脱。前世除入喜无量，初二禅师，好，同学也是太过简略。 好，我们看一下他讲的哈。五六啊，是外国师说的，《一毗婆沙论》是妙音说，八以下是不知名的有说，这可见本论实为西方外国师的造作，以品类论为主，采取发自于大毗婆沙论的成就精要检验，建立起阿毗达摩的新风格。好，同学，这些东西为什么去哪里找出啊？都是因为社契有部里面有讲哦，某某师说，某某师说，那有时他讲得很清楚是谁说，有一些只是说有说罢了。好，这同学这一个呢没有办法解读，太过简略。好，云顺导师直接把它做 summary， 把它整理出来。好，然后我们看第六啊，甘露味论。好，刚刚是正情读，好，思敏请你来读了。好，六甘露味论的作者当然是阿毗达摩西方系的大论师，论末所得到圣人名却沙是妙音的梵语，大毗婆沙论所称引的妙音为四大论师之一。从思想看来，思想来说与本论并不一致。从时代来说，妙音生于大毗婆沙论以前，所以造作甘露味论的却沙与大毗婆沙论的妙音绝非同一人。萨婆多部记所列旧记，却沙菩萨第十四，布罗那罗汉第十五，却沙罗汉第二十，其公式所传却沙菩萨第十，布罗那罗汉第十一，俱沙第十五。可见布罗那以前有却沙菩萨，而其后又有却沙或俱沙罗汉。本论为却沙所造，那必是却沙或作俱沙罗汉无疑了。道论的时代离大毗婆沙论的篇集完成应距离不远。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下面这里啊，第六啊，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好，接下来的是第六点了。第六点讲啊，甘露味论的作者啊，
大概是阿毗达摩西方系的大论师、啊、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甘露味论了哈。那么根据一个出处的讲，得道圣人呢、啊，名具取沙。同学，你看到、啊、这边是 Gosa， 看到没有？啊 ，Gosa， Gotama 也是用这个字哈、啊。现在读取哈、啊，应该当时是读 Go 的，他才会这样来翻的。所以同学留意哈、啊，你看巴利文这个字通常都是翻 Go 的 ，Gotama 也是这个 Go 来的啊 ，Gosa。所以他说啊，这个 Gosa 是妙音的梵语来的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为四大论师之一，思想来讲啊，本论不一致哈、啊。他根据他的考据，他说啊，哈，妙音生于婆沙之前的，所以呢，造啊，就是甘露味论的 Gosa 哈，与大毗婆沙的妙音绝非同一个人呢、啊，啊，所以呢，这一边看到就是，发现有矛盾呢、啊，妙音在婆沙之前，而写甘露味论的哈，的 Gosa 一定不是同一个人，什么缘故呢？你看他讲啊。本论呢、啊，就是这个甘露味论是 Gosa 所造的，那么呢，必定是 Gosa 罗汉来的。那造论的时代啊，应该离大毗婆沙的遍及完成，应距离不会太远的、啊。他说，按照时间来看，两个距离不会太远的。这个啊，萨婆多估计是 Savastivadi 里面记载，他说啊，哈 ，Gosa 菩萨是第十四的，过了富罗汉、富罗那十五，还有一个 Gosa 罗汉。看到吗？然后呢？所以这一边呢，可见富罗那以前呢有 Gosa 菩萨。同学看到吗？这个是富罗那罗汉的哈，啊，之前已经有个 Gosa 菩萨了的了。所以他认为啊，这个肯定是 Gosa 罗汉来的，就是这一位了哈，啊 ，Gosa 罗汉来的，好这样子啊。好啊，这个这样的话呢，他就进行完毕了了。来、啊，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好。所以呢，就对于这个西方系的阿毗达摩论呢、啊，算是完成了对甘露味论一个基本的理解了、啊、好、啊、同学啊，哈、啊、哈，今天师父、啊、是蛮累的哈、啊，我看我们今天就半个小时的课到这边理解就行。那我们下次见面的话呢，再继续谈扎毗昙心论这样子了。好，那今天是大家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就是。